起立，加坐。各位同志，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足有精神的，因为要回去啊。我嘛同款啊，每一摆啊上到七节课吼，我嘛心情特别好，因为吼、哦，我相信伫遮哩坐嘛足艰苦的啦，吼、哦。如果不艰苦，那是假骗的啦。我虽然没上过，坐在楼下，我也不能走啊，坐得很艰苦的。不过呢，如果想到说，不用流血，不用暴力，就能将中华民国演到倒，是说真欢喜，你说对不对？对。我相信，在你来上课以前，你没将来你没想过。我竟然用一支笔，会当从中央给我变个倒，这才是吼，咱台湾人做会到的，对不对？对。谁能用一支笔就给变个倒？因为伊中央美国伫台湾，虽然呐、啊、吼，虽然伊若讲是台湾当局占领军，迄是合法，因为伫1945年9月2号一般命令第一号，好，伊蒋介石集团又接受到伊的命令来台湾接受日本的导航。然后呢，美国委托伫中华民国蒋介石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啊，伫1950年拄拄开始的时阵啊，美国有拍算要用军事力量将中华民国给赶走，要回去即个做海南岛。但是后尾啊呢，因为汉奸爆发，6月25号爆发的时阵啊，即、这个汉奸救了着即个臭头啊。咱拢叫伊臭头，你拢知影我讲啥物人嘛？对不对？蒋介石。啊，所以伫6月27，杜鲁门宣布讲台湾中迄、那个台湾地位吼、哦，要等到太平洋地区啊和平以后啊，才来解决。就是6月27所宣布的。所以伫迄个以后呢，蒋介石因这个太太啊，我感觉因这个太太啊，对台湾的迄个危害啊，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是美国人，宋美龄，伊足漂亮的英语，啊，含美国的一寡参议员，含美国的政治政界，伊交情嘛非常的好。我讲交情真好，恁家己去想啦吼。交情非常好，所以在这个情形啊，坦白讲啊，台湾的地位啊，在迄个时阵啊，叫伊模糊去。所以模糊以后，包括今日的，当然咱家己话爱怪咱家己台湾人。怪什么台湾人？因为1950年12月的时阵，马卡萨有来台湾。来台湾的时阵，蒋介石安排黄兆玄甲伊讲话。黄兆玄迄阵代表省议会议长，伊甲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所以美国伊的记录内底，伊认为讲：“啊，你台湾人拢是中国人啊。”所以因为占领未当移转主权，虽然中华民国占领当局。占领了台湾，但是伊要将台湾甲改变变作伊落地个物件，会使哩。这国际法足清楚个，讲啊真清楚。所以呢，中华民国伊无爱多甲伊囥咧落地个内底，伊就开始用欺骗个方法制造假个历史。所以你啊看，咱即摆所读个历史啊，内内文啊，无一项是真个。甲你宣布讲，10月25是光复节，咱大家上课拢知影。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给你轰炸，台湾人是战输的呢，不是美国给你轰炸啦，美国给你轰炸。啊，但是变作讲，真侪读册的囡仔拢讲是日本轰炸台湾。其实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哪有可能日本来轰炸台湾？啊，所以呢，台湾这个土地啊，这个历史上啊，去让中华民国，因这中国人给你改变去，无让你知影真正的历史，战败国。台湾是战败国，哪有光复节？你敢想就知影。光复，中华民国伊讲光复，啊，你嘛知影占领未当移转主权，所以哪有这个光复这两个字，绝对无的。当时呢，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台湾已经是占领未当移转主权，这未当移转主权国际法的包含的内底，杜勒斯啊，
伊无法度将台湾这块土地啊，甲伊讲要挂予啥物人。虽然开罗宣言啊，伫迄个时阵战争以前啊，伊十二月，1943年的十二月所签的，这个开罗宣言 （Declaration） 是一个主张，就是讲战争以后，我台湾，这个、美国讲伊这个台湾啊，要还予中华民国。他们讲吼，你个认真个想看卖啊？1943年十二月开罗宣言，有人讲开罗宣言无签字，他们讲有签字无签字，迄种不要紧。在美国西方的这个历史内底，这个法律内底，当事者若握手，就算是啊。问题伫对呢？问题就是1945年4月7日，日本政府延续1937年的皇民化。到1945年的4月7日，宣布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才是厉害啦。其实，在1945年1月份，台湾就可以派5个议员啊，贵族议员议员啊，去参加日本的国会，参与国事，参与政治。你那阵是殖民地，你就袂当派议员去参加。但是迄个时阵，因为日本就已经老早在1937年皇民化的时阵啊，就照万国公法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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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将台湾这块土地啊变作日本天皇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在1945年的4月1号，伊宣布予台湾实施宪法以后啊，伊讲予台湾人正式有参政权啊，甲参战权。所以有这个参战权，台湾人才会当真真正正代表日本军队啊去作战。所以死以后会敢甲你放一个建国神社，因为你是日本人。你若是殖民地的，你就无法度。台湾今日台湾人替中华民国去作战死的，在1945年迄当阵，1949的时阵啊，中华民国来占台湾，在咱台湾啊有共掠一寡志愿军啊去中国参加战争，国共内战，啊嘛死真侪。但是死遐人足可怜的，一个都无法度入去建国神社，忠烈祠，因为忠烈祠是一个国家体制内底的迄个秘书官，纪念迄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伫这个所在。但是忠烈祠内底你敢看无台湾人咧？那有是真少数对伊有贡献的人。啊，但是战争死的无一个甲你放你内底。但是日本的建国神社有放39,100名，诶，台湾的英灵伫内底。当然，这个内底。那高山族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高山族因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和咱的高山族啊已经五届啊，尤其有一个他们讲不算是高山族的人，高金素梅，我甲特点名去讲乱，讲零零要讲迁回来，啊，他迁几波伊敢有迁回来，但是因为中国给伊钱嘛。我也记得迄当阵呢，胡锦涛也是江泽民给伊1亿嘛，当然是1亿啊、2亿啊。啊，回来讲要爱分给这高山族的，我唔知道是大家拢有摕到啊无啦？51万啊，一人1亿吼，分起来嘛有几啊千块呢？你们有没有拿到？都没有拿，那谁拿去？1亿呢？那报纸很大呢，你们要去找他要才对呢。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你做你甲收袂要紧，但是你唔能收，啊，全出先啊叫买去。伊这是啥啦？你甲看吼，台湾民政府有一个高山族自治政府，咱这个组织一个出来，第一个条件是啥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有一个内幕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讲，台湾民政府现在会当讲在台湾里面呐、啊。是领导全台湾走向台湾自治的道路。他们开会里面在差不多是半年前的时候，他们开会说什么？我们已经消灭了民进党，但是现在又起来一个比民进党强10倍的组织，叫做台湾民政府。后面那句话，美国军方在后面，没有错啊。台湾民政府的成立主要的法源就是按照战争法、国际法，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应该自己成立，那架杠那个名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要分裂翻译做汉字就是台湾平民政府，或者是台湾民事政府，或者是台湾民政府。所以那的成立是完全百分之百按照国际法，而且是完全的合法的。各位，你免怀疑哦。你拢讲听得好呢，你呐，啊，听较少好对啦吼。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是完全照法律来，所以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唔敢甲你安怎。我嘛好好徛伫遮呢，咱的蔡副主席，即嘛是驻美代表，伊伫进出嘛真方便啊，无任何代志啊。咱的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到今日为止，不管是干部也好，成员也好，拢无代志呢。上台因就是讲，我们台湾民政府完全没有资金，可能会玩不起来。伊讲玩不起来，他咪讲，中华民国有一个军官的高官呢、啊，一年前有人讲呢，你知道台湾民政府吗？有，我知道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根本不成气候。差不多六个月前，国家问，现在台湾民政府怎么样？点点点啊！伊讲哦，我没有想到发展的这么快。咱即马是全台湾六个州成立，高沙族成立，妇女会成立，宣达坛成立。刷在后面要帮帮真真正正帮帮台湾人民的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商业组织、工业组织，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我们要做执政的准备。这不是开玩笑哦！啊，那配一句，因那个演戏的讲，这不是演戏哦，是真的哦。你可能也感觉很奇怪，尤其是台湾人啊，敢有可能中华民国遐尼啊大，有武力，所以咱甲美国斗。中华民国有武力，我无武力，我们台湾民政府没有武力怎么办？伊讲好，我把中华民国的武力啊，把它拔除。所以中华民国很主席的武器，伊的部队 ，logo。那粒灰烬啊，基本上已经出销啊！您怎样一出销，也去玩法？我拢怎样嘛？啊，您怎样学那波卡扎来的？你们已经知道他已经取消掉了，所以不支持的建车，伊的军舰，伊的部队，空军 ，logo 拢无。你想看卖啊？有武器啊，无 logo 还是剩下？敢不剩国家？已经不是国家了，因为美国国务院有讲三个条件的叫做恐怖组织，第一，就是伊不是国家。美国有讲几啊摆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第二个，伊有武器，中华民国去买武器，台湾人去立钱。第三，当地征兵。那当地征兵哦，我实在是上个生气，所以这点跟美国抗议过下摆啊。为甲过的时阵抗议了后啊，伊就开始，马英九就开始宣布啥 ？OK， 不用征兵了，改成募兵，募兵也不可以啦。所以你看，我们的黑熊组织，伊嘛唔敢甲你处理啊，他也知道我们有黑熊啊。中华民国伊个部队即卖武器，美国就伫收倒去啊！我相信你以前即个一两年来，你有看到预警机？预警机你知无？飞机顶悬一个鹰鹰有啊，伊有四只啦，收倒去啊！飞弹收倒去啊！剩下武力很简单的步枪、手枪，迄类个尔尔。伊个演习用录音带。你都知道嘛，全世界没人在演习说打炮说用录音带，你不感觉说很好笑吗？报纸都没跟你说，只报纸说演习居然用
录音带，啊，拢唔知影什么关系，原因就是台湾民政府成立啦。我们的地位，我们是政府，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也是政府，现在在台湾有两个政府，你难道不清楚吗？中华民国那叫国务院的规定，这三个条件是完全符合恐怖组织的标准，所以我跟美国说那是恐怖组织呢，你要取缔呢。当然啦，中华民国他现在知道，他那些高级的高干都知道，虽然他们知道，但是不爱跟你说。他现在怎样，他开始在苟延残喘，他就是要拖他的性命，拖他的性命做什么，给你乌钱乌乌光。你看他这样很多行为的，办一个花展几百亿，那时候一支那个高灿差卖几千块，各位台湾钱是很多的呢，记载去算呢，不过你别烦恼，这个情形会改过来，马上就改了。你吼，你要知道，就是说有一点你要相信台湾民政府后摆执政绝对转型正义要执行的非常彻底。咱台湾民政府之存在，是你甲全世界讲，我本土台湾人，我家己要管家己。虽然我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日本天皇因为战争失败，去予召集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甲伊的权利甲 suspend。来悬置起来，但是我台湾人有能力来管家己，家己会当成立咱的政府，你讲对不对？对。所以，咱的每一年十二月二十甲二十，这是今年是第二年啊，要去日本甲天皇讲，要甲天皇讲，我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家己要来，家己要管咱家己，阮无爱中华民国来管，我爱和中国人交叉。我不爱拿中华民国护照，安尼讲好唔好啊？十二月十七，后后礼拜拜一，咱要伫台湾的报纸要阁登半版的广告，恁会当事先甲你的朋友讲，12月17号礼拜一，咱会伫《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上无这三个报要登广告。安尼，这三个广告顶落去是顶汉文的，所以英文的部分，伫明年1月21，就是奥巴马就职以后的几天间，要顶英文的。这个英文内底要甲讲啥？要甲美国人讲，这么简单的代志你不要做，偌简单？我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嘛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你讲安尼对不对？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台湾人没有台湾护照啊，我干那和你比拼，我和你拼个逼迫我去拿中华民国护照啊。所以你美国爱发行美国军事政府下卡的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和我台湾人来出国啊。所以。这么简单，你美国怎么不爱做？第三点，美国的法院已经判决了，你怎么不爱遵守？判决两年呢？到两年了，台湾人还没拿到护照啊。所以呢，我知道美国也在看我们这个上课的情况啊。我没拿护照啊，我的人权在哪里？你的人道在哪里？因为各位你可以去美国去全世界，但是我代表各位留在台湾，因为我没护照啊。除了我拿到那个军事政府发的那个护照，因为台湾的地位跟那当时的琉球是一模一样啊。琉球和美国占领的时候拿的是旅行证件，黄色的皮，我台湾也有啊，像这张就是这张啊。所以我们的报纸要订，有这张会订出来。各位，我们没有旅行证件啊，咱没有旅行证。你即马和中华民国真侪人讲免签证，用中华民国本护照，你嘛爱和我台湾人免签证啊？我摕迄个身份证，
喊我上网去国土安全部当落伊个允许我入境的迄个物件出来，这两个夹起来，我要入去美国，你袂当甲动，因为这是国际法规定的。所以这么简单，你说美国人爱做阿面爱嘛。所以咱今日伫这个所在，你上好，虽然是初级班啦，因为你初级班，所以我不爱讲伤深。我讲讲真简单的道理给你听。台湾没有光复节，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身份去回当时给你改，伫1946年1月12号，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讲投降，无条件投降。有戆嘴的台湾人讲啊，无条件投降，不是拢当好你啊，各位啊。什么叫做无条件投降？不是我记载你呢，记载你我嘛要个人权呢，你嘛要保护我的人权呢。所以有的人吼足推的呢，啊，伊已经讲要记载别人啊啦，啊放弃啊啦。我昨有讲你，互你听，昨日啊，你捡了皮包，迄皮包就你的吗？没有呢，皮包你上无两，伫普通时你要提起啥，警察局去啊啦，失物招领呢。嘛，已经过6个月，然后无人认领，才会当宣布讲你的呢。但国家是同款啊，国家所谓宣布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已经交给你了呢，这块土地交给你了呢。国际有一个国际法，你要遵守的。战争法、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红十字会总章里的有关战争的部分。美国最高法院的100多个判例，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战争法。算下去还有一个惯例法，惯例法是什么？就是习惯上战争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这种一定的规则呢。过去世界上都没人在说国际法，但是自从我们过美国以后，现在开始全世界都在说国际法。但是奥巴马先说，希拉蕊也说，日本的首相说，印度的总理也说。各位，现在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华民国也不会说，中华人民说了，他是流亡了嘛，他已经流亡嘛。啊，你流亡要说什么？流亡以教导力来说，他没有土地，啊，也没人民呢。啊，就台湾人自己被自己冒充说你是中国人。中华民国总统是要中华民国的公民才这样算的。各位，你敢中华民国的公民？你敢国民而已，敢不是？你的心情拿出来看，你的心情写得很清楚呢，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啊，你要去投票，给你规定20岁，那谁规定的？你是台湾人啊，你也不是中国人啊，你在选什么总统？所以各位，敢那有野心企图的人，敢那有政治野心的人，才会讲鼓励人去选。哎，中华民国伊无偌退呢，伊要落台以前，给你创一个18%，就是安怎？伊知伊不合法。啊！我给你这18%的人，甲伊的家族拢会投予我。这个公务人员就40万了呀。啊，40万内底，一家族那4个人就160万。啊，个军人加加嘞，上无先赢你200万。200万的时阵，你要投票，你哪有法度赢伊啦？所以你袂感觉真奇怪。你伫台北市，你坐计程车，所谓计程车拢绿色的，台湾偌好，台湾。奇怪，安排人救的票拢为对来，人计人败算拢通掉。我点嘛，你讲一句话，今日伊是提名马英九啊，红阿头真水，但即马嘛老啦吼，以前真水啦，嘛无水吼。我问真济查某的同志讲，阿马英九有水无？你讲有水无？无水。啊，你讲有水无？拢无水。啊，奇怪呢。啊，但以前算的是拢会掉呢。我会记得吼，2000年的时阵啊。2004年，因为我上课有讲的嘛，伊甲我是
建中的同学嘛。我真正伫迄个车头吼，远看到伊，我当我是歪伫边啊。哇，边啊遐查某那叽叽叫呢。迄人我就讲啊，系啊，伊稳掉的。所以我就想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果然无错，2004年选刷，根据统计，伊的票内底诶70%拢是妇女票。迄当阵坦白讲，迄当阵有刀花的举手。迄当阵无刀花的举手，无刀花的。无啦，我讲查某的啦，我无叫你举手啦。即马吼，因为选举拢无人知嘛，即马甲你问你讲，我无投，我无投。好啦，这真正我相信啦。按2000块币，选好伊举手。奇怪，伊的票唔知为谁来呢？哎，唔对，我讲唔对，2010年呐、啊。哎，即道选好伊举手，无要紧啦，大家目睭开开啦，卖看别人啦。哦，奇怪，伊769万票，咱家拢无人选伊，我绝对不爱相信。你若选伊，会巴肚疼好唔？好啦，敢有可能？这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别相信吗，副主席？你嘛不爱讲，你嘛，拢在做好人，拢在做好人啦。我跟你讲啊，其实吼、哦，选好就选好呀。国民党若提名一粒石头，嘛照常掉啦。因为基本票数伊都200万伫遐，太袂掉，太袂掉。你想看卖啊？伊若发一个政策，讲我如果当选，伊若讲会当选，这粒石头讲哦，他如果当选，每一个月让我领5万块，我跟你讲，300万我嘛顿好伊。买吗？人的心拢是啊，贪的嘛，这就是人性嘛。但是你无想讲你的后代要安怎？所以，阮今日伫这个所在咧上课，就要含讲一讲。台湾人若阁无觉醒，台湾人会去用消灭去。我跟你讲。共产党入来台湾，伊袂甲你抬，伊甲你讲吼，哦，恁台湾人受的教育足好诶，非常好，来，我甲恁派去中国做官，迄就真正去做官啊！我甲你讲，去拢做官啊！中国有够快啊！中国人安那猜出对这个西藏人安那改入侵，我亲眼有看到嘛。西藏很主席伊个首都啊，内底个西藏人啊，占无加1/5。伊去西藏内底，将遐个人啊，来，我予恁偷咯，我起厝予恁。伊伫全中国9个省内底，每一个省拢创一个区出来，叫做西藏村，予伊去住，起厝予伊，安尼好无？西藏人大嘛足欢喜个。我唔免做，我有厝好住，离开啊嘛！啊，村那边啊，伊用汉人啊，全甲杀入去。所以我甲西藏，我甲美国讲，西藏啊，今仔投票，我甲你保证，共产党提的。所以美国才会讲啥？我承认，奥巴马讲，我承认西藏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伊无讲台湾咯、哦，因为伊在那投票啊。中国一直讲啊，啊你若讲安尼无好投票嘛，啊投票投咧个是安那，汉人较济嘛，啊一定输的嘛，美国嘛知一定输的嘛。今日台湾，那真正共产党入来，伊甲你创七头头啊，全中国每一个省内底，拢创一个台湾村，我起厝互你住，啊互你头路，一个月薪水1000块。你去啊！啊，所有中国人拢入来台湾，安尼，台湾来公道，上海呀，上海输你想不知影嘛？所以咱台湾今日台湾民主是咱台湾唯一最后的机会啦，你讲对不对？
今日各位吼、哦，运气真好，咱拄我咱个大美国个代表蔡明华先生啊，回来啊，嘛是咱个副主席，所以呢，即马开始呢，利用一点钟个时间啊，这个时间要交予咱个蔡副主席来甲咱讲，伊含伊是美国向台湾人述职啦吼，甲报告讲伊是职务上替咱台湾民众做啥物摊开，安尼好唔好？哦，您足赞嘞！您吼、哦，会当听到即款的消息吼、哦，是非常无简单啊！啊，那普通是都爱伫咱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我都听到。但是你即摆会当听到，搁再一摆来热烈欢迎蔡副主席。来，咱这这乡亲时代，咱的同心，咱的学员，以及网络头前，咱这乡亲时代，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吼！啊，可以当大家含大家去会面吼。啊，我上重要第一项要事先爱甲大家讲一下，咱要看台湾的代志，袂用个感情用事。即我上侪伫外面咧，含大家做一寡交流的时阵，第一点一定爱强调这点，袂用个感情用事，因为咱一向和中国人甲咱骗个拢戆恰恰呀，所以一般上。咱咧看代志，拢用感情咧看代志，安尼会走正，安尼方向会偏去。啊，过来，搁一点，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对毋对？搁一点搁较重要，台湾人嘛毋是中华民国的人，这要记记在心，千千万万一定要记好掉。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田无沟，水无流，分好清楚。所以咱基本上这个概念不但安尼，咱爱清楚，咱嘛毋是中华民国的人。那么最近咱也知影讲有咱有去过吐蕃，去西藏，就是去啊做迄个印度，因为吐蕃目前是流亡来到伫这个德兰萨拉。啊，咱十月份咱有规团的人去在遐吼。那么去到遐时，含达赖喇嘛伊嘛知影呢，知影咱有一个。黑熊总队呢，因为咱他们见面，哦，阿姨的，我那真欢喜，讲咱了解讲台湾民政府的情形吼。啊，第一句讲，哎、欸，阿、啊、恁最近黑熊部队怎么样啊？呢，所以不简单啦。可见，咱所做的工作，咱所杀的物件，国际上拢目睭金金在看。因为唯一伫台湾所咧做的工作。咱是根据国际法、根据战争法、根据国际方面咧合规的要求来咧做嘅工作，所以国际上一点一滴拢认真咧看。那么伫西藏迄边遐，咱含面交流中间，哎，那摆也讲，哇，阮西藏人足可怜，一当拢互掠棍啊枪的，掠去伫啥物、啥物、啥物拉萨的啥物监狱内面咧关，啊，佫足侪西藏人拢自焚啦吼，吐蕃的人。家己火点哦，烧啊，就是啊咧抗议这个中国的政权安尼吼。啊，我听听，我甲讲，我讲的时候，我甲讲，恁当千几个啊，两千几个去用来关，啊，你敢知影？台湾两千几万咧用关呢？哦，伊把酒怎啊禁起来？我哈，够这种代志？我讲有啊，美国的法院甲咱讲个足清楚啊，恁台湾人用关伫政治的连杠呢？安尼毋是用关无是怎，对毋对？所以阿扁也讲啊足清楚啊。阿扁也讲，看到林志升咱的秘书长写的册、写的资料，讲啊，恁毋免欢喜啦。我吼关细间的，迄1.5平呢，关细间，啊恁关大间的呢，拢共款互关呢。这就是美国的司法单位讲啊足清楚，台湾人。在生活的政治的连接里面，所以咱家己嘛要有概念。咱今仔日伫国际上行袂出去，咱今仔日伫国际上得袂到真正的声音，台湾人的声音，什么原因？因为中国人甲恁威调。我伫美国遐曾经也有一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而且国际委员会一个主席啊来洛杉矶咧演讲。啊，讲到一道理了，我那个抢麦克风来咧讲，我讲恁国会听到的声音，唔是台湾人的声音，
是中国人的声音。伊总惊着嘞，我哎，搞这种代志，我讲你家己认真看，你所接触的是中华民国的，唔是台湾。所以中华民国甲台湾伫国际上有足济人拢已经混淆去，啊，这就是中华民国所使用的阴谋，一条故意要甲你模糊。啊，我唔敢去甲讲，我甚至去甲讲，台湾咧控制台湾的这个所在。是中国人的，不是台湾人的。你若搞清楚呢，所以恁国会的责任，恁要真正用心去听真正的台湾人的声音，不是听中华民国中国人的声音。所以这咱基本上咱家己的概念嘛爱清楚。所以我头即马咧甲恁讲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以外，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人，这一定要跳清楚。啊，若跳开，咱自然看待代志就较清楚。最近中国人因伫因的护照顶头，讲甲台湾的地图、甲台湾的一挂风景区拢放伫顶头。最近较发生的，大家捌看过啦吼。啊，伫海外遐嘛，足侪学生啊起来抗议，讲啊，台湾人、台湾政府哦，爱出来抗争啦。我讲哇，这都唔对了嘞，台湾政府。目前是敢那民政府，咱民政府还袂下着真正的政权。你咧讲的应该唔是咧讲这吧？讲无啦，我讲台湾的政府，较讲着翻袂车，其实伊就是咧讲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啦。啊，拢一直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当作台湾的政府，这也就是一般台湾人拢直接听袂分出的所在。啊，应该讲个，伊要讲即句话标准来讲啊，讲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爱出来抗议啦，安尼来得准啊，来得标准啊。所以恁伫个看国际事务的时阵，咱一定要事先先甲代志跳好势，安尼才袂落伊陷阱内面。因为因目前想办法，头先比如说讲个，就是要甲你模糊，就是要甲你洗脑，洗到互你戆车车，互你根本无法度人分得清楚，这。是阴谋，这嘛是因中国人的企图呢。那么我事先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最近伫美国迄边遐，啊，我那伫十一月初，我嘛有拼过纽约，啊，有去拢海人，可能有个人伫网络顶头看到阮伫遐咧讲的遐过程啦吼。啊，咱所讲的，咱拢根据真相，就是上帝讲的真理。咱用这讲予这乡亲知影，用这来讲予这乡亲做一个参考安尼。所以我伫迄搭遐咧讲东华迄边遐啊，目前美国方面各州拢开始有点仔反应起来，拢开始有愈来愈好的反诶一种想法。因为伫民进党的立场，即马愈行愈歪，啊，早晚也是会歪去啦。因为伊伫中华民国体制内面，那么歪到遮哪明显的现象？包括最近大家有看到谢长廷的代志，谢长廷行到安尼，讲到安尼，台湾人话足济，我足个真正袂过日子。甚至我伫遐咧因咧座谈会，啊一挂迄个乡亲哦，起来就开始主动讲，我吼从四月，就旧年的不今年的今年的四月，就选举煞，选举煞进前一月份选举煞到到四月份，伊拢袂食袂困着，烦恼拢强要跳楼。我讲啊是虾米代志？我讲啊，着看民进党安尼都无希望啊！啊，佮加上最近谢长廷的做法，佮含谢长廷的言论，予台湾人完全拢无信心。但是，伊讲看到网络顶头即个民政府的资料，我爱认真个读，读几礼拜，读到病拢好去啊，怎啊欢喜起来安尼？所以可见，因为咱看个理解，就是目前。真正伫台湾会当予台湾行出一条路，敢若剩国际法，敢若剩战争法，就是咱民政府所坚持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安尼。哦，啊，所以伫迄边遐，目前各州的反应拢不只好啦吼，因伫一个失望的环境内面，爱看到一点光。我嘛希望伫台湾的咱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光用予大，把这个光用予更加大派。予国际的人，予甚至国外的人，拢会当看到这点光，变成真大拍的一判断会安尼。安尼可能
将来咱台湾的路会愈较精彩，将来的台湾会愈较有一个方向通去行。哦，啊，么各州各目前，包括加拿大，包括伫美国五十州内面有哪几下州，陆陆续续，伫咧甲我问讲，哎，啊，你两时间当甲我排时间来，他们才慢慢做淡者安尼。所以可见，这反应袂歹啦。啊，大家因为一直咧塞，一直行。不过，搁安那讲，有哪是爱咱倒来，咱主要的台湾内部，即咱即一个乡亲继续斗塞，继续斗努力安尼。哦，那么伫咧倒当的进程。我伫美国遐，我那有含美方，我卖讲啥物单位啦吼，啊，大家就做参考。我含美方迄边遐，我那有一个真好个会面啊会谈哦。那么我有那起头，因为我将以往我拢若含伊咧开会，我拢会甲讨东讨西啦，包括讨资源的代志，包括讨讲看会当有宣传的管道无，啊，包括咱本身该有的管理，我拢有咧甲讨吼。那么我其中强调啊，你家讲一讲，你目前伫电脑顶头用电子签，这叫做中华民国讲啊，做免签证啦吼。啊，我所在这不是免签证，这是电子签，对不对？伊讲对，你讲的较标准，其实是电子签证啦，就是平常时应该是面谈的签，啊，改做当电脑顶头签。那么电子签。你可以用中华民国护照来咧出入，你美国就承认讲无甲中华民国算一个正常国家，哪会搁再用伊个中华民国护照？爱甲讲一句，恁家己先看看，因即马即个护照顶头有挂号写啥？写台湾，啊，这像做陈水扁呢，对唔对？啊，既然安尼，因美国就是。顺水推舟嘛，就变安尼嘛。啊，这有当时啊，你若概念唔对的话，做一项物件都唔对出来。你若本来要藏糖，藏有盐去，这坑的红豆啊汤敢会价值？免袂价值。所以你方向、你的理论、你的目标，拢爱清清楚楚，正袂糟践唔对。本来要藏糖，藏有盐去。所以这个经营概念，咱一定要先标准。啊，所以既然安尼，美国讲啊，恁着家己中华民国护照，佮加一个台湾啊，我着怎样用安尼塞啊？变安尼，安好。啊，那既然安尼，那么因，你嘛甲咱讲过，因流亡政权是一个政府，那么阮台湾民众嘛是一个政府，这嘛是美方家己亲身甲咱讲的，讲因是政府，恁嘛是政府呢。好来，那么既然政府，因有安尼。会方便，啊，那么阮这边遮民政府遮，你要安那还那会当方便？我等问题互伊啦，你袂用讲大细病嘛？你病互伊安那当出入，啊，阮这边怎么办？啊，我咧甲讨这啦，我其实就是要甲讨一个旅行证件，敢人讲咧，讲敢人要讨一个护照，讨一个物件就对啦。哎嘛，底下咧动脑筋啦，我讲你啦，我甲你提议啦，因为你甲讲。问题出来，你嘛爱加减啊看你的意见，讲回做参考。我当来讲无安尼，阮即马有这个 ID 卡，就是这个身份证，你发行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若有，那么包括你电脑顶头会去填资料，填的甲印出来，迄张单甲这个 ID 卡甲做伙变成做一个 complete document， 就是完整的文件，安尼互阮出入，安尼好唔好？伊听来讲，这嘛是一个真好够的奖啦吼。当然，伊唔是一个人会当决定代志的。啊，咪讲，这安尼我会当做参考啦吼。我到时转来，较来反映看要哪来处理。好，来，咱就有进展啦。那么我佮佮讲，但是你要看清楚哦。伫这个要签的文件内面，有一栏是爱写啥？写护照号码。啊，阮台湾人都无护照。台湾人都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你要叫阮逼阮去再下些中华民国护照，安尼嘛矛盾，敢唔是？既然你都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你要叫人去逼伊去下些，安尼违反什么？违反人权呢？违反人道呢？后来，那么这个项目要哪写？我有个建议啦，我讲啊，无安尼，这个所在，我用咱 ID 卡顶头后面有一个 ID 卡的号码。迄、那个号码是用安尼来填，
哦啊，这个号码以外，搁一个号码，就是一般咱咧使用的身份证的号码。这两项其中看对一项，互咱会当使用。啊，那安尼，这个代志解决了嘛，对不对？哦，爱听听讲，哎，这嘛真好构想，因为咱是要下面检讨代志，唔是要甲代志拢塞塞好伊啊。所以咱爱提出咱的想法，咱的看法，安尼伊就有机会去思考，哎，你安那做，安那想，安尼来，伊就有一个方向啊。啊，然后伊讲，哎，这嘛是真好，但无我较过来参考啦吼。啊，但是我讲，搁有一关哦，搁有一关。我讲吼，台湾目前的海关向咧控制，中华民国咧控制。那么这个关，我到时若下这文件，伊要翻出来无？这得看你美国咧。我讲其实无难。像目前伫台湾民政府伫台湾的宣传，啊是演讲，啊是四处登报纸，或者是咱伫各地的活动，因中华民国拢唔敢叮当，是因为你美国有甲伊点名做记号，有甲秃头过。那么同款啊，其实都足简单，你得有哪甲讲一下，甲伊讲，哎、欸，人伊下只证件是正确的。这证件文件是可以的，你袂使甲挑难，安尼代志就拢解决了嘛，噶毋是真快活，嘛足好势啊！啊，伊听听来讲，哎、欸，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哦，所以安尼的方式，你讲的，伊袂可能会倒转去了，去检讨这个代志。啊，这就是咱每一项，那大概下面的会面，我拢会甲讨的物件。哦，所以咱唔讲，话作者讲，啊，到美国啦。啊，美国安那都安那啦，啊，几十年前就安那都安那，所以拢爱淡淡互伊责任，唔通咧想，因为咱有哪有一半的责任，啊，当然美方嘛是爱有付出一寡任务，付出一寡责任，但是咱袂用个把咱的责任、把咱的该做的工作拢塞塞互人，安尼代志做袂到，代志就变成黑伫遐，所以为着要会当达到这个物件，咱爱义不容辞，起来到实施代志。代志是要做好好势，唔是要当咩怪东怪西，安尼自然，但是就较有进展啦。哦啊，所以咱含伊个会谈，甲含含伊安尼，我若逐摆含伊个会面，拢两三点钟咧，唔是坐五分钟、十分钟咧，坐咧到咧拢了几波久吼。啊，这我那算真幸运，我有这个机会吼，因为美方迄边遐嘛知，其实我以前是民进党个主委，伫美国西岸美西。诶，这个民进党的主意，啊，因为我安那发现，民进党愈行愈歪去，啊，其实吼，伫蔡英文咧讲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台湾人最终的选项只有统一，讲这只鬼鬼话的中间，我就发现已经歪去啊，已经偏去啊，所以伊今仔日会行到这个方向，包括谢东廷安尼行，这是必然。唔是偶然呐、啊，偶然就是讲无定无地乌白行歪去的，哎，当佫行倒转来啊。但是这必然的，一定会安尼行，因为民进党的路线是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啊，既然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你要抢这个新主牌啊，一定爱安尼抢的嘛。所以伫中华民国伫国际上，大家拢知已经无啊。敢若像台湾人甲蓝条条笑咩咩，都是安尼来的。安尼有可能无？啊，有冤枉无？是啊。所以既然啊，咱了解这个国际上的局势，甲含国际上的论述啊，咱有义务，咱嘛有责任，世界讲予其他还阁唔捌听过的人做参考。因为毕竟咱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唔是要来怪东怪西。头先我咧讲的，就是唔能用怪东怪西。有问题，赶紧想办来改进。有代志无了解，大家讲予清楚，赶紧阁再扣做伙向前行。安尼自然台湾就行出一条路出来了，好唔好？所以台湾的问题吼。一定要靠姐姐，大家斗努力，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啊嘛真不容易。啊，我那好个在有秘书长因去研究这个国际法出来，所以阿边啊吼，伫刚刚内面拢关吼，啊嘛秘书长要去遐看四摆五摆嘞吼，爱讲啊你这份资料那唔较早会给我，啊林秘书长甲讲啊。我以前给你，你嘛不一定看会到。为什么？
因为甲微调的遐个人，无一定会互伊看。啊，微调的遮个歹戏，包括新潮流，包括其他啥物有诶无诶歹戏，甲微调调的话，即个物件伊哪要互看？因为即个物件互看了到底，因个路线都拢去了了去啊嘛。所以，足侪人头壳内面咧想诶，毋是想台湾的前途呢，是咧想啊呐。计算折半，安尼叠，是咧算伊个落地啊呢？这真正是足可怜的啦。哦，啊，所以既然啦，安尼阿扁也嘛知影讲，这是有哪正确，这嘛是对的。所以伊来讲，啊，你若较早互我，啊，较早互你，就是我嘛是讲，我哪怪伊啦，怪秘书长啦，你无嘛讲加十当前来研究这個，其他代志我来较快活啦，是毋是？不过袂使安尼讲者啦，对安尼嘛无公平。已经好不容易会当研究这个物件出来，这真正是为台湾最后一条路啦，真正是安尼尔吼。啊，所以我伫海外遐，我有哪些想会想会甲恁大家学习，尽量伫遐跟恁学。啊，希望搁较侪海外乡亲嘛会当心甘心，大家合作伙，咱拢为台湾来咧走壮，为台湾来努力。台湾内部有哪共款吼？希望恁大家四界斗宣传，听话人赶紧努力对斗杀，因为咱伫咧宣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三种人，一种就是完全无要甲你听，啊，一种是可能半听半信的，啊，另外一种是可能百分之百相信，伊讲哇，这样咧真好，这样咧。那遇到这三种人的时阵，迄种无要甲你听的人，你暂时先甲放喺边啊。等到有一天，让他笑声跟差不多了，还再倒回来听，没关系，因为他头壳里面有东西砸掉，那你慢慢不用讲。那么半听半相信的，你先赶紧资料塞较侪给他去看。啊，如果完全听有的人，不但听有啊，你还给他鼓励，来，你倒塞哦，不是听有就准数哦，听有了要倒报，人家说吃好倒烧报，要倒塞倒讲倒宣传。安尼才有法度人塞搁较紧，哦，啊，若讲靠一个两个安尼讲哦，迄真正我拢讲到脑筋啊，强要打去啊。但是嘛是爱讲啦吼，嘛是爱努力啦。毕竟若有搁较侪人来斗塞，会愈较紧安尼啦吼。那么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我就讲了，他即马必须要讲的，讲光复节。我简单讲一个计鼓励，互恁做参考吼。遇到即种情形，你也赶紧甲反驳吼。伊讲中华民国是光复节吼，我伫2009年，啊，搁伫美国洛杉矶做主委时，迄阵我是民进党个主委，啊，因中国人伫遐拢有办啥物庆祝啥物光复节个，即个啥物活动啦，啊，迄阵着想要甲我滚一下了，对啊，想讲我这菜鸟吼，因为我姓大嘛，我菜鸟啊吼，想讲甲我滚看会讲，哎，我会落地袂安尼，啊，着甲我邀请讲来，我要办庆祝光复节。啊！你个人来参加呢？伊想讲我袂去啦。啊！我接到这个通知，讲来，我来。哎，怎接到？伊想讲，一般咱那台湾人听到咧办迄，拢袂去甲参与。讲来，我来。啊！真正去到现场，五六十个迄一个会议室吼，清一色拢因中华民国诶，都、就是中国人诶，敢若独独我一个民进党诶去呢。啊，去到虾米强啊呢？因起头。一个教授叫做季纯啊，四季的季啊，春酒的春。伊是伫西来大学，西来大学政治会上新闻班的大学，伫遐咧做教授。我爱着讲，卖讲哎，讲点偌真久，讲啥物开罗宣言，讲普鲁士宣言，讲啥物一大堆话袂，讲讲的了，卖讲遮落来，坑嘞。我着赶紧去甲抢来啊，无抢无通去讲。我甲讲吼，来，恁遐拢讲北京话嘛，讲中国话，我拢甲讲，来，我今天。问你们三个问题，我问恁三个问题了。我讲第一，在1945年二次大战的时候，你们中国国民党有没有一枪一炮打来到台湾？你们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一兵一卒打到台湾来？有没有？伊拢唔敢应呢，头拢咧咧。我讲答案是没有，对不对？伊拢唔敢应哦。那个时候的你们。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也不敢演。我跟你们讲，那个时候的你们是被日本打，一边打你们一边跑，跑到秘里四川重庆的山东里面，啊，所以那时候
有讲一个讲，讲啊，这讲啊，讲我用空间来换时间，有无？有捌听过啦吼？有这句吼，迄、那个意思就是讲，因为中国大片，我偷偷啊走，走较慢的就好啊，偷偷啊走，啊伊偷偷啊拍，啊时间会拖嘛，啊拖久，看国际上会来甲救的啦，这叫做用空间来换时间啦，就是用安尼啦。啊，所以你啊看，因以前家己因迄家己拍的影片，毛迄个伫山东内面咧做庆记啦，啊伫山东内面咧开工厂咧做工课，足济。啊，所以可见，这总是真相，总是事实。所以讲，你们既然被日本一直打，一直跑，跑到躲到山洞里面，啊，怎么说你们光复？拢点点干音啊！我不要脸，人家咩啊咯？吹我给光人不要脸，我你们中国人最不要脸。我按着种讨嘞嘞。我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1945年战争完了以后，你们怎么到台湾来？大家拢目睭金金的聊我看呢。我跟你讲，你们是坐美国的军机跟飞机到台湾来，美国的军舰到台湾来的。啊，到了台湾哦，嘛唔敢落来呢，因为因看到日本兵，我要惊死啊！看规身躯就去鸡巴背啊，惊到要死。因为日本兵迄阵足强嘛，啊，因查讲哪有着日本兵，干那一条路死路，所以因唔敢落来啦。啊，怎么办？后边美国兵啊，从我底下边位脚床头往下踢落去，我一直过来，啊，过来就笨打菜打，啊，一直打落来啊，就是安尼啦。所以恁若看迄图片，因落来落船落来，打笨打青草鞋啊，啊，若无搁挂雨伞、挂长靴的，一大堆拢安尼一步一步一直落来，有无？捌看过这相片啦吼？啊，这拢事实啦。我无被骗啦，啊有迄个靠卡一边悬一边低，那嘛是爱滴落来，啊有搁有大膏药的，安尼一直落来。我讲你们是坐美国的军机、美国的军舰到台湾，怎么说你是光复？哦，拢点点呢，我无耻，无吹气啦，无耻，不要脸又加上无耻，哎，侬我那唔敢甲演，你知？啊，搁第三，我讲还有第三个问题。我讲第三个问题，恁家己看，伊我有准备呢，唔是讲空手无迄个去呢。我准备一挂相片，迄相片吼，就是伫迄个台北的中山堂，就是即马叫做红楼，台北中山堂遐的受降典礼顶头，吼、哦，啊，这就是拢打笨打了哈，打笨打青草鞋啊吼。啊，伫台北中山堂迄、那个大礼堂受降典礼的所在，我讲，哎、欸，你们自己看。那个上面的挂的相片，挂的国旗，哪一些国旗？有一个是美国国旗，哦，有一个是英国国旗，还有一个苏联的国旗，还有一个有啦，你们其他那摆我那几基底下，哦，这个四个国旗挂在那里，那有四个国旗哦。阿哥来，中山堂的宴客厅，你看什么国旗？英国国旗，美国国旗。哦啊、外面牌楼，牌楼顶头放什么旗？美国的国旗。啊，既然这样子，你怎么说是你们光复呢？你拢逃累累啦！我就开始骂哦，你们欺骗全世界，欺骗美国，欺骗了台湾人，无耻不要脸，混蛋加三级，然后把每个逃拢累累啦。因为咱有资料，咱有证据。咱唔惊伊讲啥货啦，百分之百伫遐。哦，啊，所以你遐中国啊吼，听着我讲啊吼，互伊骂甲，咱甲骂甲怎啊头拢累累吼，我一个讲，哎、欸，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不可以讲了。这个是傲波啦。我讲你放心啦，我麦克风会还你，这个不是我的东西了。但是我跟你讲，你们中国人到台湾60几年了。只有一个骗，一个字，是骗。从到台湾那一天到今天，还在骗，还在无情无义的在骗。台湾人对恁中国人，台湾人对恁这些难民，真正实在是有够好个啊！全世界唔捌看过迄个讲难民营，因讲叫做眷村呐、啊，啊，其实真正名叫做难民营，
住遐撇的，住遐水的啦，拢现代化的。台湾人顶多住迄个草料啊呢，啊因住迄个现代化的，敢有对因遐好个呢？所以足苦个，足恶一个。所以中国人哦，真正是来讲个，真正足无情貌、无情狗味个啦。因敢若想要落你个政权，想要顾伊家己尔，伊无要管你其他。所以台湾人顶有伫个目中是不止三顶啦，甚至四顶国民啦。你若正看，伫路边咧送迄个车，啊伫遐咧捡纸纸回收的，捡番物啥物迄个啥物保特瓶的，遐阿伯啊阿姆啊，拢啥物人？咱台湾人伫路中咧卖玉兰花，五块十块安尼咧卖，啥物人？台湾人。啊伫公园咧拍太极拳，伫遐咧跳国际舞的。底下咧下象棋，什么人？中国人。中国人，这足清楚呢。啊，是安怎来啊呢？因为伊甲恁台湾人当作三等、四等国民，当作恁应该就是变成耶路咧。最近个足侪人，我最近伫这个微博顶头哦，用布袋来表示吼，做一挂节目。啊，布袋内面一项，我跟你讲做讲。劳保的代志，经济上，伊用劳保，甲你用个帮，军公教的钱开不了的，啊用劳保这钱，硬来甲你塞回去补遐，用这钱来咧补遮，劳保是安那开强要袂堪住，因为工厂无嘛，工厂工人无嘛，工人无，就无法度通去交劳保费嘛，啊以前。老的退休的开始会领，啊，新的无去增加，当然嘛领会打去。但是你若知影，900几万的台湾劳工，咱目前伫因遮只统计，讲劳保内面的金额，较差几条，7.2条左右的差额啦，这就是欠亏金额。但是军公教189万的人。竟然欠偌济，欠7.6条呢？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劳保这个钱是安那开硬嘞，一直加一直打伊。伊用劳保这个钱，佮佮你杀去投资啥？买股票。啊，买股票若差了赢，规个落地啊！啊，若杀输吼，用迄个乌起来补呢？安尼有国籍无？啊，若军公教的吼，人因讲啊足清楚呢。公共教吼，若有问题，国家会甲补贴呢。啊，劳工哦，食家己呢，毋是食台北呢，食家己呢，都爱靠家己呢，这够公平。啊，伊用这招，后壁什么阴谋？等甲你公这个劳保这个金额，若用甲要打伊，怎么办？伊就赶紧向国际去喊救命，爱叫人救，就想死啦。西班牙遐国家一个股票债券出问题啊，别个国家来甲救，同款意思。即马你一个金额一个要抗议，伊会想办法叫中国来救。后来中国若一旦救入来，打入来到遮的时阵，效果啥物款？你台湾变成爱固在一台，固在一国，这就是因讲的打台湾。不划算，买台湾才划算。安尼听着会惊未？真正是认真甲想起来吼，人这因的计谋，差不多伫几当前、几十当就开始咧计划这安尼。最近这个叫做习近平，习近平还袂做起来做因的总理进程，伊有一摆去访问日本，伫原来是即两当前尔。啊！去访问日本的时阵，伊就强爱要去和日本的天皇见面。啊，一般照因日本的惯例是，若要和天皇见面，爱半当钟，都爱拜啦。结果伊去到遐，就吵讲一定爱要见。我想讲伊较老大，就一定要见。啊，到遐日本遐有一寡较亲热的，嘛硬来装，不得有哪会见。伊甲日本天皇见面，讲来安尼啦，阮即马中国经济较有钱啊。无你台湾卖予阮呐，伊讲台湾卖予因呐。啊，日本天皇哦，
真巧，啊嘛真敖印话，伊甲印一句讲啊呐，讲阮日本皇家的物件，一支纸一支笔，拢无咧卖呢。安尼有水无？怎有哪有水啦吼？啊，可见吼，伊会向去要甲日本天皇要讨讲要甲买，就知影啥？咱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啦，就是安尼来的啦。若讲伊无承认这点，伊奈就要甲开嘴讲要甲买，是不是安尼？所以这逻辑上，伊就知影讲，哎，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啊，既然安尼，我若甲开嘴，是不是会当为遐来买起来？啊，日本遐当然无法度，只好好乐好说。含伫台湾的中国人的中华民国，即马英九做伙拍算，伫咧参详暗中即件代，伫咧好乐好说，要用买台湾的方式。所以，伫咱一般咱看会到的，包括演艺界，演艺界最近讲啥物金马奖，哦，还伫宜兰，我宜兰乡亲遐可能感觉会到，讲啥物开偌济都偌济，爱个得奖的。拢因中国个，所以管碧玲这个立委就甲讲啊，啊这样子金马奖不要办了啦，不要办了啦，用家己的钱去咧个人的、个人的壁纸，安尼较有价值嘞。你若金马奖是要做国内，那么你得用国内影片、国内即个即寡当地的人的制作的物件来做比较、来做参考，那搁再叫中国来。啊，你若要做国际，那么开始干那请中国的，开始干那请香港的呢？那也无欧美的，那也无日本的，所以你家己定位要用清楚。啊，这是台湾人的血汗钱来办的物件呢。啊，所以用演艺圈这看足清楚，人因这演艺界吼，因即马咧讲中国拢讲啊，讲内地，啊外地唔在里对的，讲内地呢。啊，其实咱台湾人若认真要讲的内地，其实是日本啦。日本的世代都以前早期的老辈吼，那讲到内地，就是咧讲遐嘛。啊，但是因中国啊，就用安尼要甲你拗过来，讲因内地变成因中国遐。啊，所以用安尼，因为演艺界这些少年啊，看到演艺界，拢会较目睭金金起咧啊，看因的动作。爱讲内地，讲互你惯性，这目的就是温水煮青蛙，要互你习惯。和你的关系，感觉讲啊，下面就是那敢做伙就对了。啊，这种那是阴谋其中呢，阴谋其中，包括宗教嘛，同款。以前因中国人对台湾的宗教、台湾的信仰，完全拢无咧甲你看伫眼内。啊，即马最近即几冬来，光妈祖嘛去含人光有滴呢，马英九嘛本来去含人咧去咧光妈祖，去咧空冲啥物货安尼呢？哦，所以。中国人因的气度，那一旦有要利用啊，伊就想其他的办法，硬咧甲伊侵占入，硬咧甲你砸入去安尼，甲你衬托入。经济上啊，头先我讲啊，也是同款。这目的就是要安那，要互你慢慢啊习惯，习惯到有一天，目睭一天光透早起，嗯，啊，规个路人啊拢挂五千旗啊，变习惯。安尼有危险无？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吼、哦，爱想办法赶紧，把这个中国人的政权甲结束掉，干那剩这条路。你看军方呢？军方的前几礼拜，必须得咱有一个文章报告。军方呢，一挂武器，一挂机密，一项一项一直咧流出来，一项一项一定咧说好了，说一直过。目的就是要安那。要想要甲你台湾光光过迄边遐啦，所以美国真巧，即个台湾重要的布置，拢头尾成个是美国控制了。美国伫全世界有七座的 JSTAR control，JSTAR control 是外太空监测系统。啊，即外太空监测系统伫台湾，全世界伊放七座哦，啊，台湾放几座？放三座呢？放三座呢？啊，所在弄足明显呢，甲咱讲甲足清楚呢。放三座即是达控制呢。啊，即个所在因中国人拢袂当去摸着。啊，最近今年尔，
今年年初发表一个新闻出来，美国有一个 NMD 的系统，这是比 Jester Control 更加厉害。这就是安那，不但防御，佫会当有攻击能力的。啊，这种 NMD 的系统，伫全世界内面，因美国本身有四座，我伫加州嘛一座，啊，迄个啊，做阿拉斯加有哪一座？哦，啊，拢种格兰岭遐一座，啊，甲一个所在，敢若马萨诸塞遐一座，拢种四座。啊，这个 NMD 就是人别个国家飞弹来起来，伊马上会知。啊，佫不但安尼，佫会当有攻击，就马上会当甲消灭掉。诶，迄个攻击强烈性的攻击的武器。那么国内四座，海外部分伫英国有一座，啊，第二座就是放伫对，放伫台湾。台湾对啦，新竹、乐山，迄拢伫媒体公开出来，我嘛唔是机密的啦，迄拢公开。迄、那个所在2600公尺高的所在，啊，这个所在是美国完全的控制，中华民国未去碰着，因为美国方面足清楚，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已经足清楚啊。已经足清楚啊，所以美国方面设备这物件，咱大家爱看吼。英国伫美国伫英国设迄套有哪 NMD， 这套迄一套起来拢几十亿个美金呢。啊，迄套吼，英国咧开钱，美国咧用，所以英国人嘛去改个煞去，但是无法度，因为美国是控制全世界一寡只迄个系统吼，拢是美国咧控制。台湾这套同款。有那是台湾咧开这钱，美国咧使用，但是咱欢迎啦，咱希望美国去较济来啦，安尼较会当赶紧甲中华民国快当结束我起来袂安尼啦吼。那么所以可见，这物件系统美国拢足清楚，啊日本有哪有一座，但是日本这座是较无遐精密，也叫做 TMD 的，所以迄系统佫较差小可。所以基本上，美国伫全世界布局。台湾重要性非常啦，唔是小可呢，非常重要诶。因为这个所在一旦闹动荡，规个亚洲拢出问题。大家你也看，台湾海峡甲中国甲台湾中间这個台湾海峡，每一天迄个船出出入入有数万只呢。日本、韩国啊、越南诶、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船，东南亚这些船。出出入入拢是走台湾海峡遮，一旦啊中国下台湾，那么台湾海峡变伊个内海，伊会当封起来，无要互你过呢，啊代志就大条。所以亚洲这个所在，台湾多伫对呾，多伫迄个门锁匙口，迄、那个意思伫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美国伫即搭遮个布局是相当呐。那么佮讲一下干呐，台湾的当兵。您伫台东华人的当兵，在什么所在？太平洋，对不对？这个太平洋目前向咧控制，是美国咧控制。北边的日本、韩国、南边澳大利亚、菲律宾，飞机若一起来，拢伫美国雷达顶头。太平洋是伊咧用。那么一旦中国若会来到台湾，当兵的太平洋。势必要一半本人用呢，啊！美国敢袂？当然嘛，唔惊嘛惊死！迄是伊个范围呢，哪有可能一半本人用？所以台湾基本上相对来讲，伫这个环境战略地位上来讲，咱是足安全。但是更加安全，咱也一直拢无地位，咱也一直拢无前途，咱嘛唔是办法。所以为咱家己以外，咱即马所咧做诶，是为咱家己，为咱家己以外，家己诶将来、家己诶理想、家己诶希望来拍一条路以外，无嘛爱为后代遮囡仔事迹来设想开一条路，对唔对？所以咱家己本身要有即个概念，哦，即个台湾诶重要性不但重要，但是咱毋通靠说讲重要就怎马上去，一定爱想办法，因为咱台湾人六十几年来。会使讲是400多年来，几乎唔捌家己当家做主过，
所以阿边咧讲，当基督徒迄是骗人诶啦，迄无影真正。你着伫人诶头壳顶，无伫人诶厝顶啊，靠甲你砍掉诶。你要哪会当当基督做虾米主？所以你若伫中外面个体制内面，你跳未出来嘛，跳未过嘛，因为人敢若讲甲你落掉诶嘛。所以伫美国方面非常清楚即个情形，美国嘛讲过，讲全世界诶代志一定要根据国际法来行。啊，你根据国际法，伫个希腊咧，伫2011年，我那讲个足清楚，爱根据国际法。啊，你国际法就是足简单啦。其实国际法无难，国际法简单讲就讲，遇到红灯就爱停，啊，青灯较行。啊，你若违反红灯，佫扣撞，这就是叫做啥？叫做 trouble maker。所以美国会讲阿边啊是 trouble maker， 就是安尼来，因为。人甲你讲，你都袂用个公道，啊，袂用个话独立，啊，你偏偏要杀公道，啊，这是麻烦制造者。因为你台湾的地位都还袂清楚，你要公道什么话呢？简单讲，美国有伫阿扁咧做总统的时阵，2007年6月26日，陈东山做总统府秘书长，亲身下三个命令入来，讲个足清楚啊。迄阵是。AIT 的杨淑丽 Stephen Young 的三命令去到总统府里面，甲迄个阿扁咧做总统先甲伊讲啊，讲甲足清楚，讲恁台湾三个原则，互恁第一，恁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毋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恁要搞清楚。啊，第二，台湾人袂用咧发独立。第三，台湾人袂用咧发公道。啊，大家想讲奇怪。啊！你着民主社会，你美国都咧投票，啊，谁爱偏偏台湾袂使？足简单嘞！伊甲你讲，恁台湾内面有两种人呢，就电视广告讲，世事有两种，台湾冇两种人呢。啊，一种什么人？一种中国人，啊，一种台湾人，对不对？对啊，中国人敢有权利？敢有条件？敢有法度人迄个能力讲要来决定你台湾的任务、前途甲地位？袂使啊！啊，既然也袂使，伊要来公道什么话过？对不对？所以袂用公道就是安尼来。啊，搁一个，你若公道，无想要办，想要办？哎，我讲啊，都无中华民国的选举委员会，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呢。台湾都毋是中华民国的，都甲你讲啊足清楚啊，已经定伫头壳顶啊，啊你还搁当咩咧烦袂好势？既然毋是伊的，伊要办什么公道？那真正要办，干那些人，美国来办，因为美国伊是占领全国，啊这个时机还搁还袂到，因为台湾人头壳内面还袂清楚，啊若还袂清楚，办咧到咧，招进去怎么办？去要错去怎么办？所以袂用咧办公道。就是安尼来，所以头先我必须要讲的，伊人口甲你烧甲强要硬去啊！啊，若万要投咧到咧，因中国甲发动投票部队咧到咧，你怎么办？所以啊，清楚啦。哦，啊，过来，伊讲台湾袂用个独立，什么原因？你台湾的地位，你若讲独立，那么我问你，独立的意思，就是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要跳出来，迄叫做独立嘛？这是英文叫 independent。那么要甲分开，无我问你，你是倒一国的一部分？你若讲你中国的一部分，啊你死啊！你无路通走啊！伊食都袂好通食，佫何里会走一？你既然家己要承认讲你是伊的一部分啊，你无路通走。啊好个在啦，天公表有保庇，咱毋是伊的一部分啦。啊既然毋是伊的一部分，你要独立甚物货？是毋是？所以有在讲讲。那化独立引起战争，哇、哦！即个民进党的啦，即个中国人啊，伊就开始甲你制止啊，讲哦，那安尼吼，迄个中国就会拍来。中国敢有本事拍？中国若拍，迄叫做侵略呢？侵略就是一个国家来拍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呢，毋是统一的侵略呢？迄含统一完全无关无系呢？啊，既然若侵略，啥物人会出面？美国就出面了嘛，美国就出面了嘛。美国几百年的历史以来，伊的领土、伊的属地，从来毋捌去互拍过。
美国咧拍吼，拢去人兜拍啦。啊，人兜的花杆啦、果冻啦，拍跑跑无要紧啦，伊就拍伫人兜嘛。所以你看伊中东遐吼，啥物伊拉克、啥物战争，拢伫人兜拍，袂走去因兜拍。干那一摆，就是九一一，宾拉登去甲武去行。啊，所以搞个出去一定。不管开偌济，都一定要甲兵啊，当甲掠转来。从无嘛快看到尸体啊，就是安尼来。因为美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毋捌去予人亲门打火打来到遐过。哦，啊，所以咱甲整个的过程甲看了解，就知影人美国咧讲啥物话。其实美国对台湾足照顾，足照顾。哦，我伫迄个含美方会面时，我嘛甲讲过，我讲人迄个。海军陆战队马瑞恩，海军陆战队送这个机啊来，啊，因为迄是另外一个单位，啊，这是国防部，佫无共单位。我下相片了看，哇 ，you so fast， 佮有遐紧哦。佮正讲意思讲进展佮真紧啦，讲恁做佮真好，伊佮咱恭喜，讲恁做佮真好，啊，方向嘛真水。啊，我佮问讲，那安尼，阮爱佮再努力甚物部分？伊讲，恁佮一项爱做。爱加强，就是这个 ID 卡，这个身份证，因为身份证，干那这项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哎，啊，这张、这张有这张卡，人数那多，美国的法院甲咱讲啊足清楚呢，讲第一，恁台湾人无国籍；第二，讲恁台湾人无一个有国籍承认的政府。好来，那既然无国籍，人无迄个无国籍个啦，除非迄个山内到底迄个原始个人较无国籍。啊，既然那是有一个国家徛起个，拢会有一个国籍。那么，既然你甲我反映甲我讲我无国籍，那么咱来证明我看，来，我有台湾偌济人来下这个 ID， 这个人口数加起来有够个你个标准啦。那么，咱那个倒转来美国反映，佮讨啥？讨来。你的国籍爱甲咱安排好势，你的执政权爱行倒来，因为目前台湾的管理的执政权是委托予中华民国的，啊，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既然那安尼，我人口数拢有啊，我的人啦拢有啊，那么我需要甲我的政权下倒倒来，迄阵伊就无条件爱甲咱处理好势啊，就遐用安尼。所以为什么咱的千金万矿硬咧塞这个 ID， 都是因为有根据嘛。所以我伫迄个网络顶头，捌咧用一个问，你用什么来证明？证明讲你是台湾人，你会护照？啊，看到中华民国啊，迄个唔是台湾呐、啊，吼、哦。啊，过来，你会身份证？身份证另外是写一个中华民国国民呐、啊，嘛唔是台湾呐、啊。啊，过来，你用我看呢，迄现金会出来，顶头是只中华民国呢，无一人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诶，干那独独一项。咱即卖咧发行这张 ID 卡，这张正有法度人证明你是台湾人。哦，所以咱这张卡顶头写个作成个台湾 government， 咱本地这张卡本地是要写台湾 civil government。就是台湾民政府，啊，美方迄边敢讲，你免啊啰嗦，你直接改用台湾 government 就好，台湾政府就好。这对台湾算特别的优待啦，特别的优待。但是咱爱展现咱的志气好看，咱爱互人知影讲，阮台湾人有这个意向，想要家己自治，想要家己行一条路出来，行国际化一条路出来。啊，所以来争取。想办法，赶紧来塞这个 ID 卡，塞到一个数量啊，倒转来法院解脱咱的执政权倒转来，安尼台湾的前途总是都拍开，总是都是条路啊，对不对？对。所以从各州啊，甲咱台湾，当然，阮伫海外有那足侪人款资料啊，倒来遮咧办，我即摆嘛会二三十分倒来咧办吼。啊，当然无像台湾当地遮那紧快啦，但是毕竟海外遐当住较远，啊嘛较无方便吼。但是我那阮老老咧鼓吹，啊台湾当地遮尽量努力塞。咱若有够遐数量啊，咱就根据伫国际上，就是爱有根有据，咱才讲话较有弹。
啊，那讲话谈啊，他们毕竟都爱面对这个代志，来处理台湾的代志，所以台湾唔是无机会，啊嘛唔免烦恼中国的民进党，我正系讲中国民进党，本地伊早譬如说讲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我讲唔是啊啦，爱改做中国的民进党啊啦，伊早是讲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的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即马人咧何乐而生嘛，惊回遐去啊，所以要改做中国嘅民进党啊。即、這个中国民进党安那偏安那歪，咱拢不管他，咱也免甲操费。但是，若真正有心，啊，佮你关心台湾咧，咱甲捡，咱甲鼓励，甲因讲，来，咱还佮有国际法这条路通行，咱还佮有即个根据通去做，咱会当行出来，咱会当说出来，用这方面。所以，伫海外遐。有一寡乡亲，阮伫遐咧座谈会，阿妈话我咧甲讲，讲喂、欸，台湾吼、喔，敢若剩一条路啦，我系啥物路？你讲完听看卖，讲革命啦，我讲吼，革命哦、喔，革命来留性命咧，爱留血呢，啊无安尼啦，你来做头前，啊我举大旗官刀对你后边好唔好？伊听一撮面揪起撮官坐落来，我讲咱因为咱人的性命。上帝所赐，足珍贵的，足珍惜的。咱唔免留官，唔免讲咩啦，免留性命，啊嘛唔免留血，咱留寡官落去啊。咱用智慧来甲行一条路出来，因为这个性命是真珍惜的物件，咱无必要来用安尼来浪费。所以头先必须要讲的，咱真正台湾人真正是真聪明，用智慧，用咱的理智，咱来行出一条国际上的路。因为咱即马所做诶，咱拢是咧创造历史。即、這个历史以后国际上拢会当作台湾即个过程做一个案例。所以咱坐咱拢咧写国际记录，拢咧写世界记录，拢咧写世界历史。所以咱来为家己拍一个扑克来，好无？确实是无简单，确实是无简单。啊，好来，我时间唔在有够来。咱报纸嘛看过啊，是毋是根据国际法，咱会通伫电视内底宣传广告？好 ，OK。后来电视的部分吼，其实咱进前差不多伫几个月前，我那有咧检讨这件代志啦吼。但是你看啥，电视、收音机这种电子媒体，佮有一个单位咧控制，什么单位？NCC 啦，有人讲叫做张 CC 啦吼 ，NCC 的控制啦。啊，台湾的只要那咱报纸会当登，因为新闻局无啊。恁敢不知道新闻局无啊？敢冇听过？唔知哦、喔。伫什么时阵结束的？你敢不知道？什么时阵结束的？你敢不知道？马英九五月二十上任对不对？五月十八结束新闻局的呢？所以五月十八过，咱的报纸开始会当顶出来，是因为新闻局无啊啦。啊，电视的部分，这个电视是 NCC 还佫控制掉，所以咱若要做电视的节目，第一，咱要先做好去给伊看，会通过才要给你放。啊，若袂通过，伊唔给你放，这就是中国人佮你控制掉的一挂奥博。但是佫一方面，因为电视的媒体的广告费用相当高。咱无必要用安尼，咱若报纸安尼刊，报纸会当深入到家庭每一家每一户，大家拢看会到，甚至阁会当加起来做楼底，做一个记录，即等到效果等到比较较好。所以电视部分到目前为止，咱毋是无处理，但是咱还阁控制伫 NCC 的手里。所以这个部分，我来看还是感觉讲无必要强调电视，因为电视你若频道。用了无水的频道，可能效果嘛不一定比报纸较好啦。因为你若毋是足知名的只电视公司，台湾即马我只客户有线一大堆台啊，几百台。啊，你若毋是一只足明显的一台，人不一定看会到。所以不如报纸我那认真讲，啊，佮加上咱每一个人照恁大家的人的一个嘴。一个传十个，十个传一百个，安尼传嘛是一种办法。啊，佮包括咱伫网络顶头，有哪有咧传，有咧塞。我相信即个部分，因拢无法度通控制。你总无可能举报地针甲你嘴停起来嘛？
袂当安尼嘛。所以咱靠咱大家去传，啊，咱的网络嘛是无法度人控制，所以网络无那是一种传播的方式，只好就用呢来散来传。哦，啊，一点一滴做，我相信上天拢有咧看。我上在咧讲，伫这个人间的公理，徛伫咱台湾这边。在国际上的法律，徛伫咱台湾人这边；天理、公理、道理，拢徛伫台湾人这边。剩什么话？剩台湾人要讨无？要讨无？要讨无？咱讨，不但讨，还讨够啦，好无？最后呢，爱靠大家，拜托大家倒落去，唔是花花送的，就准煞呢。吼，咱爱落去去送。啊，讲予你的兄弟、兄朋友听，讲予你亲戚五十，大家在参考，啊，斗上斗努力，安尼台湾人总是有一条路通行出，总是台湾的天光啦，好冇？拜托大家，时间的关系，可能袂当照顾，感谢大家，多谢努力。加起来，加嘞！各位先请坐，我们等一下进。